明天是我们的年会。哇哦！对，这上面还是去年的那个，这用了三年了。Nice, very nice。在2020年还有350天过完的这一天，我们开年会。今天是我们开年会的日子。又是这条锦鲤。小希，我看你穿什么奥斯卡呀？看我的袜子。小希穿了裙子。小希这双袜子是在饿了么上面买的，8.88块。强哥，你穿的什么袜子呀？嗯，我这个不能拍，拍完了不能发。我看，来，来个植入。选了红色的袜子。气人。气不气人？气人。强哥，你是不是应该这边气那边人？哎，无所谓，反着气。明年选一个愿望，就选这个吧。这个。快走，国木年夜饭。冲哥自诩国木倪萍。今年年会还是吃小火锅。叮叮叮叮叮。小草莓，我就打算先吃完饭再吃。不，藤壶小孩。你这不无论如何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对，昨天是问的那个春哥吗？对啊，今天我们又是我们的那个音乐节了。啊，哎，这是朴朴正哥。国木年夜饭，其实我们在整个筹备的过程中，霞姐一直叫做我们的那个家宴，对吧？其实这的确就是我们家宴，这就是我们国木第三年的这个家宴了，大家来点掌声好吗？这是一个公司的脸，我们曾经觉得公司最好不要太像一个家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种说法，但其实到第三年，我对这个说法是有一些新的思考的。我觉得我们在某些境遇下就必须要像一个家一样，因为我们要一起战斗，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长，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多特别的时刻。不能说心胸测试，我还忘了今天是小年啊，今天日子特别好。对对，是比较好，就相当于咱们真的可以开始过年了。非常的扎实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尽快的进入这块，能够enjoy我们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一个遥远的干杯。然后大家把我们开吧，我们先吃个吃一会儿好吗？嗯。咱们有碗吗？我太久没有喝过雪碧了。戴着帽子不热吗？戴着帽子热吗？就因为我想说我有点热，所以问的你。你戴起来难。不是，突然有一种小学联欢会的那个 BGM 的感觉。是的，东山的，东山的。嘿，这果然是来啤酒啊！我这一年，我感觉是四个人都需要东山啊。哇哦！刘芳，还有就终于找到女朋友的魏晨。咱们这是不是前面是两个哦，
就剩你们仨了。我觉得，哎，刚才是他是最资深员工吗？刚才你点名的同学，啊，真的是你，是应该欣喜了啊，玉林，啊，还有我们辛苦的彼此，哦，然后彼此，然后解决解决，好，那个无聊的电脑先过去了，先开始说现金，也是草莓，不行。这么大个的草莓，如果不相信就改名。谢谢。谢谢，他有了，他有了，他抽中了。我没有，没有啊，现金没有，我在录，你看你这行为都录下来了。谢谢，来年。哎，我们的那个现金也好，奖品也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像都有中奖是不是？嗯，中了，都有中。我用正方形了，要不然我烧到那边，咱俩要分扔了。我要报，可以了吗？咱们好，等一下，他这个，嘿，这棒子是昨天那个阿姨送过来的，特别好。这我刚刚把耳夹给摘了，因为我的耳朵被夹红了。今年我们年夜饭也是这样，简单温馨热闹，给一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明年再战，加油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家伙！